的小可爱，少给我装出一副高冷姿态，明明笑起来很暖，有时也不是故意惹你心烦，希望你慢慢习惯，准备给你惊喜总是成意外，爱的磁场真奇怪，真的不是故意迟到的，因为今天路上有点堵车，特别塞车。哎，你头好点了吗？哎，我看好像浅了一点，还是看一下吧。就在二楼。我就说没什么大事儿，我这细胳膊细腿的能把你打成什么样？说好了，以后你头疼脑热跟我一点关系。没看见我脑袋上这么大个包吗？我现在脑袋还是很疼的。装，接着装，让我看一下。别瞎搞！饭盒记得还我啊！这么没良心，你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千万别给我打电话，打了我也不会接。不打就不打。哎，小心车啊。哦。好帅啊。喜欢季如馨啊？那当然了，是你长得又帅，唱歌又好听。要不你求求我，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搞两张季如馨的签名照。还用得着你吗？他刚接了杜克奶茶的广告，这个广告是我们公司在做的，四舍五入马上就可以见到他。我可真替季如馨感到悲哀，居然要合作影这么不靠谱的人。想要合影吗？姐姐我帮你安排。哼，我还需要你给我安排。你刚刚说你们接了杜克？对啊。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们公司叫巴巴艾德。手机呢？
喂，李少熙，叶璇，你到哪儿了？哦，我方案已经做完了，我肯定在9点之前过去。九点？你雇的哪门子时区？现在都10点了。什么声音？你对我拍桌子？我没有。我限你30分钟内赶紧赶到会议室。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。你没事吧？你会不会走路呀？你数螃蟹了吗你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对不起什么呀？我的饭都被你撒了。那行吧，我赔你多少钱？100，支付宝、微信、现金都可以。快点！哎，别催我找着呢。收你100都不嫌多。等一下，你是你超速了吧？我骑的也不快啊。骑的不快把人家小姑娘撞了？那是她自己走路，自己走的嘛。你要这样说的话，我们去看看监控，看看到底谁的责任。算了算了，他饭也撒了，别了吧。哎，行行，算我倒霉，算我倒霉。算你倒霉？哪条腿？这个。看看。哎呦，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打算就走了？哎呦，就蹭坏点皮而已。蹭破皮不是伤呀，人家不知道有没有内伤了。要不要我们去医院看看？就是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我道歉。骑车小心一点。10次车祸，9次快。你没事吧？谢谢啊。我上班去了。这是，哎呦！我刚来的路上，给外卖小哥追尾了。李首席都问我8遍了，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不过今天算你走运了，每次他用这种口气问人，都是好事发生。难道是我方案过了？八九不离十，我要好好想想一会儿你要怎么请我了。谢成哥。李首席，对不起，方案不行。回去重做一把。奥口给到的反馈是，产品没有亮点，内容没有甜点，观众没有嗨点，这3个点都太平了。我知道，你毕竟也刚进公司，之前没接触过这么大的客户，还是有很多需要好好学习的地方。还有几个月转正啊？还有6个月。行。好好表现啊，毕竟咱们是一个创意公司，需要的是上来就能交活的员工，懂我意思吧？我懂了，李首席。那我现在就去开。去了吗？这个什么时候要啊？后天。好，快去吧。李星象倒是没有听过。咖啡，谢谢。南哥，88爱的已经答应我们再让设计师出去搞新的了，让他们修到自己满意再发过来。哎，这修到满不满意啊我不知道，但是按照他们之前作品的水准，我估计悬呐。你说周总怎么会选择这么一家公司啊？你今天的问题很多啊。我闭嘴。走走走走走。
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干嘛呢？我动会儿。又忘带钥匙了？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不去，我这几天已经够倒霉的了，不想听你的肚脐套。好。你好，开锁公司吗？啊、这里是豫园小区。啊，豫园小区啊，那得三个小时以后。三个小时？实在抱歉，我们这忙着呢，可能真的三个小时以后。嗯，没事，那您尽快吧。哎，拜拜。来，哎。三个小时哦，这三个小时会不会渴呢？要是不渴的话，应该也会想上厕所吧。好了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好吧，我看你家那个阳台。提前说好，不许翻阳台。门带上。感谢房东收留我叶大师的拿手好菜，尝尝吧。你鼻子可以取了，已经没味道了。夸张！你每天吃这么辣的，不怕上火呀？在我们那里呢，开心要吃辣，不开心也要吃辣，激动的时候吃辣，悲伤的时候更要吃辣。那你这次是因为什么？我今天我开心啊，我熬夜写了一晚上的方案，被奥克的总监一句话给我否了，说我不够打动人。你说我开不开心？这个甲方不要无需多动。哎，你刚刚是不是忘关火了？看一下。关了，关了。嗯，那就好。嗯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？嗯，普通上班族。哎呦，我们都是工具人。红顶桑林，来干一个，加油啊！加油。你刚刚说你的方案是自己一个人熬夜完成的？对啊，很厉害吧？啊，挺厉害的。我给你个建议吧。嗯，你说。不要总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，很多事情的真相不一定是你看到的样子。不是说好不说毒鸡汤吗？你都不知道我的工作有多难。哎，你别过，哎，我自己自罚一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跟你又没关系，你喝什么呀？吃肉吧，我花大价钱买的。让它凉凉吧，太烫了。怎么才能打动甲方？其实你现在最该打动的不是甲方，而是你自己。打动自己？想想你的方案最初打动你的地方在于哪里，提炼它，找到更好的共情点。让你的方案跟观众产生共鸣。喂，师傅，啊，你到了。他这个人好像也没那么差。其实你现在最该打动的不是甲方，而是你自己。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
璇，这份方案我看了，很不错啊。明天下午3点，你就跟李首席一起去奥赫集团提案吧。明天，老许让我去奥可提案。李首席居然舍得带你去？小叶，加油！加油！叶璇，你想好明天穿什么了吗？我也没想好明天要穿什么，我刚想了一下，我的衣服都是休闲装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你现在过来找我。现在吗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快点，快点。这呢，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家店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会不会太贵了？没事儿，表姐。哎，表姐来了，过来了。表姐，这呢是我给你提过的闺蜜叶璇。表姐好。你好，表姐，我跟你说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肯定没问题。谢谢表姐。来吧，衣服多着呢，走挑一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里租借的款式还挺多的，你随便选。可以啊，倪叶璇，我从来没有见你穿的这么好看过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我就去提个案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哎呀，这你就不懂吧？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乙方打扮的美一点呢，甲方的态度就好一点；乙方穿的得体一点呢，甲方的要求就简单一点。你要是穿成这样去提案，绝对能够秒杀全场。好像有点道理啊。嗯。我刚刚去看了一眼吊牌，这衣服4000多，你说我现在工资交房租都费劲，更别说买这裙子。没事儿，都是可以租的。这条裙子呢，就租给你穿一天，到时候你明天还回来就行。太好了，谢谢你了。明天就靠你了。成哥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李首席已经出发了。出发了？嗯，对啊，奥克把时间改了，提前调到上午了。李首席没跟我说呀，我马上过去，马上过去。叶小姐，啊，你这逃婚还是去结婚啊？李泽南，李泽南，你现在有事吗？你能送我去个地方吗？我提案要迟到了。上车，上车。去哪儿？去怀州路的奥可集团。去奥可这么着急啊？今天我们要给奥可提案，但是他们突然改时间了。没人通知你吗？李首席可能太忙了，他给忘了。哦。麻烦快点，如果让甲方等我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拜托，拜托。
兴许你的那个甲方还没到呢。你怎么知道？直觉。而且我的直觉一向很准。那就借你吉言，我要是迟到了，你就死定了。我就死定了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拜托拜托，拜托。坐稳了。谢谢房东。你慢点。你好，小姐，你好，您找谁？我是八八爱德的设计，今天上午我们跟奥克有一个提案会，您稍等。好，您跟我来。好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会议室。谢谢你，没事。李首席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路口来晚了，我不知道改时间了。叶璇是这样的，徐总可能忘记告诉你了，提案我自己就可以了。啊？嗯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南哥，你不是最讨厌迟到的人了吗？你怎么今天晚了十分钟啊？今天路上有点堵啊，他们人到了吗？他们都到半个小时了。半个小时啊？你确定啊？我问前台的。这样，今天的提案我自己来就可以了，你回去吧。啊？啊什么呀？回你自己的工位。哦。你好，李总监，久仰久仰。你好。嗯。就你自己一个人吗？啊，对，因为这个方案是我来负责设计，比较熟悉，所以提案就我一个人。啊。李总监，可以开始了吗？没事，开始吧。啊，好。先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方案啊。首先。我们的一个海报呢是采用了这个传承的这个理念。每次你都说忙忙忙忙忙，到时候去我们家玩啊。好呀，一定要今天好好招待你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是和李首席去提案了吗？别提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衣服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衣服特别好，我特别糟糕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怎么了？又挨骂了？如果只是挨骂就好了。没事儿，别不开心了。我累死了。唉。完了，这一下，你真完了。再来一个球。哪个？哪个甜？要哪个？再来点酱。这个酱很甜的，确定还要吗？麻烦你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小姐，你的冰淇淋忘拿了。
你还没付钱呢。我以为只要勤勤恳恳的工作，用尽所有的热情和能量，就能在这个城市扎根和实现梦想。可现实往往就是残酷的暴击，有时候不是你有多努力就有多幸运。来啦，想吃点什么？水煮鱼，多放辣椒。好的。两瓶啤酒。好的，稍等一下啊。谢谢小姐。客气。你不是不吃辣吗？我现在想吃啊。有人不是说开心要吃辣，不开心也要吃辣吗？别想了。我可以接受我的方案被一改再改。但是我辛苦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做出来的东西，最终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挺难受的。你有想过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实习生。因为你没有话语权。你现阶段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。那我就只能接受了吗？你要变得强大，可我一点能力都没有。你有啊，你想想，有人抢你的成果，说明你的设计作品是好的，对不对？等到你足够强大了，任何人都抢不走你的东西。来，我们走了，回去了。没事的。干嘛呀？我还有杯酒没喝呢。哎哎哎，你别，空瓶子，你放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太危险了，你什么破设计？什么方案？要钱没有，名字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本姑娘不干了。你给我，你大半夜喊什么呀？别人听见了怎么办？小声点。走，我回家。牛总啊。啊。你说大鹏是不是根本都不知道那个是我设计的？知道，知道。我跟你说，李楠楠，只有我妈妈会理解我，她懂我，你明白吗？她明白，她明白。啊，我们都明白啊。嗯，啊？你说，甲方会喜欢我？设计我，他会，他会，啊，真的会，真的会，他会吗？他会，不，
小心脑袋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甲方都是王八蛋。对对对，都是王八蛋。啊！我这王八蛋甲方可真是善良啊！难受。别，放开，放开我！真的要放开吗？哎呦，你干嘛推我呀？小姑奶奶，你怎么还不来？这都几点了？你帮我请个假吧，我身体不舒服。临时请假？你不怕李守熙找你麻烦？你别给我提他，提到他我就离。